请唐雷将这满满的幸福小礼物交出小人心肠，所有嘉宾朋友共同来分享这份喜悦以及快乐。所以现场嘉宾朋友，如果想要分享这份喜悦的话，请赶快的来到新郎新娘这边咯。所以今天我们也祝福现场所有拿到幸福小礼物的朋友，都可以像今天的资金以及配置一样，永远的甜甜蜜蜜幸福快乐。那么我们在领取小礼物的同时，我们也欢迎现场嘉宾朋友都可以送上幸福话语，给予今天正在气的双子星以及美丽的新娘会师。在今天我非常开心以及喜悦，跟现场所有的嘉宾朋友分享属于新郎新娘心中满满的感动与快乐。在今天非常用心准备许多的小礼物，就是希望所有嘉宾朋友都可以感染到这个满满的甜蜜味。所有的嘉宾朋友共同来为他们幸福倒数。来，我们请雷凤欣来换我们的香槟卡祝愿。也邀请新郎新娘举起手中香槟酒。那么现在，各位亲爱的嘉宾朋友，我们要邀请大家共同来为他们幸福倒数。永远的甜甜蜜蜜幸福长久。在今天我们十分开心也万分感动，在现场所有嘉宾的见证之下，仪式正式完成。所以新郎你可以亲吻你的新娘咯，深深感谢举高礼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